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清净。米色西装，灰色围巾，金框眼镜。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清秀儒雅的张敏敏让人眼前一亮，一曲《我的中国心》也随之红遍了大江南北。作为第一位登上央视春晚的香港歌手，张敏敏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次的演出也打开了两岸三地文化交流上相互往来的大门。心中一样情。TVB 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总经理，他说有个电话来邀请我们台里面的一位演员、一位歌手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春节晚会，他也不带动。那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歌手，我们应该是尝试的，那么我就是 OK， 我去了。80年代初的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文化欣欣向荣，歌坛影坛人才辈出。随着当时中英两国对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国人对香港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香港文学、香港电影、香港歌曲随之大量传入内地市场。在这样的氛围下，年仅28岁的张敏敏作为首位获邀的香港歌手，把他最好的作品带到了内地。我的中国心，其实这首歌曲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王章先生说，哎呦，我没有写过普通话的歌曲，但是张敏敏你唱了我们用一个名字在中国，中华民族，我是中国人，龙的传人，这些歌都是翻唱的歌曲，就写首心吧，所以我的中国心就这样写出来。春晚开始的前两天，张敏敏抵达北京，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内心却十分忐忑。这个地方和他从小生活的香港有很大不同，叮叮响的自行车，满街色彩单调的衣服，广电部门口站岗的军人，这一切对张敏敏来说都充满神秘。两天里，张敏敏进行了3次彩排，舞台上的喧闹和外面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家的气氛都非常好。彩排的时候，所有演员都非常积极，很投入表演的一种情绪很高昂。那么跟香港的表演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所以我第一个时间我就学他们，要自我投入非常强。我觉得我作为香港的，我给他们的在下面的所有的目光，他们所有的这种心态打动了我下去，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大胆的，我要下台，我要下去跟他们握手。台下很亲切，所有都是一流的演员，他们都起来，我也觉得非常的，觉得如果给导演骂了也值得的。在那一场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敏敏连续演唱了4首歌，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又返场2次，成为当年演出曲目最多的表演嘉宾。他的音乐随着卡式录音机、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闯入千家万户。1984年之前，香港呢也不了解内地，内地也不了解香港，只能通过这个深圳、这个罗湖桥来了解香港。通过了一首歌曲，大家都打破了隔膜。84年，这个《我的中国心》从流行歌曲里面呢，就开了一个头，这种影响了、互动呢，加强了。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文化已悄然传到内地。70年代末，内地电影院开始放映香港电影。1981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开始在广州杂志《武林》上连载。随后，
梁羽生、亦舒、刘以畅等香港作家的名字逐渐被内地读者知晓。张明敏的这次演出则正式拉开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的大门。汪明荃、罗文等香港歌星相继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中国人的一代记忆。在张明敏心中，我的中国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香港文化涌入内地的时代缩影。这首歌曲呢，不是一个张明敏的问题，是一个香港还有全球华人对这个祖国开放的这个认同感，那种大家的希望，那么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互相的认同、认识、认知，所以呢，这个我的中国心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张明敏的生活越发忙碌，他踏遍全国各地为中国举办亚运会集资筹款，他从商从政，为推动两地文化交流尽心尽力。2014年，阔别歌坛多年的张明敏凭借歌曲《我的中国梦》再一次登上春晚舞台，这一次的演出让他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国家的兴旺是我的光荣，整个中国的步伐是特飞猛进，我们中国整个电视业的改革，整个组织的这种范围，整个事业是向往的非常蓬勃。97之后的这个春晚的剧组啊，他们来自各省市，各优秀的队伍磨合等等，都是磨合了起码三个月，非常认真，而且现场的效果、灯光、音响很先进，硬件没有得比了，从整个亚洲圈非常先进。从中国心到中国梦，张明敏对爱国有了新的诠释。他是香港青年联会顾问，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董，曾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的转变让他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也带给他更多的思考。我走过了黄河、长江、长城，那么见过了祖国的河山，经过了这种几十年的这种改变，到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要有接班人。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曲呢？我就是觉得我有这种义务跟骄傲。我希望唱到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以祖国为荣。河山之战，我梦萦。2018年，熟悉的旋律在江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响起。已过花甲之年的张明敏，眼神依然坚毅，嗓音仍旧清澈嘹亮。我的中国心在几十年里面都没有变化，这个就是我的骄傲，我永远的骄傲。我很高兴啊，因为我今在活在今天，我能看见，我能抓到，我能享受到，这是我的非常实在的一种感谢。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真正的内心，我的中国梦，我的中国心。